嗯，那都那么相信你了啊！谢谢各位，谢谢。你，其实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。这真的吗？我一直在默默地关注你，你的一颦一笑都牵动着我的心。你是如此的优秀，如此的完美，在我心里你是如此重要。子安，依依，我需要你。我也是。你怎么了？没有，就做了个梦。没事吧？没事。睡吧。独孤，你干嘛吵醒我的美梦啊？东国潜御史挑战上一馆学子比赛正式开始，比赛地点设在上一馆，裁判由大食国、罗马帝国和吐火罗国驻大御使臣担任。以示公平，共设5个项目的比赛，每3日比试一场，每场比赛结束，裁判当场判定输赢。5场比赛参赛者不得重复参加，全部比赛结束，以场次胜利最多一方为优胜。比赛项目：舞蹈、厨艺、算学、剑术和棋艺。第一项比赛，3日后，舞蹈。现在已经确定了与东国使团的比赛项目，有舞蹈、厨艺、算学、剑术和棋艺。厨艺？怎么还有厨艺啊？本来我还担心自己不能帮忙，会影响上一馆五子的称号，没想到真是天助我也，竟然有厨艺。算术自然是交给心愿，剑术独孤是不二人选，棋艺由我来，其他2项谁比较合适？请大家静一静，第一场比赛是3日之后的舞蹈比赛，谁出战？那肯定是我们老大，整个上一馆音律舞蹈我们老大说排第二，就没人敢排第一的位置。小白，这做人呢最重要的这是谦逊，我平时怎么教你的？你教我的说全大御音律舞蹈你都排第一，我这还谦虚了。